涉嫌協助涉疑港人潛逃嘅被捕人士喺夜晚陸續獲准保釋，包括學聯前副秘書長何潔宏嘅媽媽張靜欣。其實案件我而家唔方便透露，但係好多謝大家關注，唔好忘記初衷，最緊要大家平安。 夜晚近九點，張靜欣獲准保釋之後離開荃灣警署，會同律師黃國同等11個人被指協助12港人潛逃。琴日被捕，通宵扣查之後陸續獲准保釋。佢嘅保釋條件係1萬蚊現金。3月中要去到警署報到。咁同樣被捕嘅音樂人霍朗齊保釋之後離開柴灣警署。